真的开心吗？好爽啊，办演唱会啊！今天呢，一场演唱会呢，即将快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、哦，然后也觉得对马来西亚的朋友呢，觉得很抱歉，因为第一次来你们看到 Uncle， 你们没有看到最原本的无法无天，然后觉得希望下一次不要再让马来西亚的朋友们等那么久了，好不好？下次一定会再见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念这些主办单位的名单呢，你们要大声跟他说声谢谢，你让他们知道罗志祥的歌迷朋友们是这么有礼貌，下一次一定会再找罗志祥来马来西亚办，好不好？准备，主办单位，给的是银河集团 ，Mr. Chan，Alan Chan， 接下来的赞助单位，麦艺聚，啊。Sneeze International， 哇，主办单位都是那些哦，英文的啊、哦，厉害了，没了啊、哦。接下来还是要感谢我身后的，因为这一次他们都被挡住了哦。来，我们的乐手、和声老师们辛苦啦，他们都很漂亮、很帅的，这次被挡到了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机姐化浓妆哦。哎，刚好你被挡住那边，看不太清楚，好吧，亲吻一起玩了哈。也要感谢我们大家身后的圆活娱乐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还要感谢我的经纪公司天地合，还有我的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也要感谢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。也要感谢罗志祥。好了，又到了叮咛的时间了。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微博跟 Facebook， 还有 MSN 对吧？回家的时候呢，请大家呢在你的微博或 Facebook 或 MSN 的开头写说：“罗志祥的一万零一夜演唱会好看惨啦！”好，一定要写啊，一定要写哦，回去一定要写，至少留一个礼拜就好。那大家问你说什么东西啊？我刚说哈，你不知道没？不是马来马来西亚的，好不好？一定要，一定要。他说真的很好看吗？好看惨了呀，还有后空翻两圈了呀。就乱骗，乱骗。来宾什么成龙啊，什么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下次一定要来看 ，OK 吗？啊，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。接下来我希望呢这个动作呢，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观众一直没有坐在那边哈，因为我觉得演唱会是要嗨的，对，演唱会是要嗨的，你今天看的歌手是跳唱歌手好不好，不是抒情歌手，全场朋友站起来，尤其前面这两排的朋友站起来好不好，坐久了屁股会发麻，来来站起来。